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，黄河长江不会倒流，盐田港的水也是会滔滔不绝，而且不仅要继续保持你们的优势，还要扩大你们的优势，你们要建东港区，把盐田港扩大。 将来要变成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。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，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。我们会继续免收新能源汽车的部分。广东，中国的天下，你还要到世界上去闯荡，争取在世界闯荡当中能够走在。 创新步伐的进程当中，你们有的都说我是世界第一，哎，你可以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在做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。